我们看这一题，这一题他说好，现在有这个无穷多个台阶呀、啊，上面都有一个弹簧，它、做这样的连接。那么他问说哈，这个无穷多条这个弹簧哈，它的等效弹力常数是多少？那每一条弹簧的弹力常数都是 k 啦。啊，这怎么做哈？这个的话，我把这个哈看成是一个弹簧啊，把这个看成一个弹簧，中间这是一个弹簧，这个弹簧呢，我给它的名字叫做 x。这个弹簧哈，它也是 x 嘛，那这三条它是并联的，所以总弹簧哈，我叫大 K， 大 K 事实上是等于多少呢 ？x加 K 就2 x 哈，加上 K 啊。那现在问题是说哈，这个 x 这个弹簧弹力常数怎么做啊？怎么求哈？这个弹簧如果弹力常数 x 的话，那这个也是 x 啦。为什么？因为它是无穷多嘛。所以的话，你这个把它遮住哈，来看它的话，跟你不把它遮住看它的话是一样的。就这一个哈，弹簧弹力常数也是 x。这个也是 x， 所以这 x 的话等于多少？等于是 k 啊哈，跟这一组弹簧呢串联。这一组弹簧的话，弹力常数是 k 跟 x 的并联，所以这是 k 跟 x 并联是 k 啊哈，跟 x 并联，加 x， 加 x 啊哈。这个的话呢是这一条弹簧，然后呢再 k 跟 k 啊串联，这两个串联，串联起来以后就是 x 了。也就是说哈 ，x 等于多少呢？等于这两条弹簧串联，串联对 ，k 乘以多少 ？k 加 x， 除以多少呢 ？k， 再加 k 加 x， 这是两条弹簧呢串联的公式。那现在我就可以把 x 找出来，这底下就是2 k 加 x。乘过去变成多少呢 ？S 平方加上2 k x， 等于多少 ？k 平方加上 k x， 这两个是一倍嘛，去掉一倍，剩下一倍，所以剩下 x 平方哈加 k x， 减掉多少？减掉 k 平方，这个等于零啊，那 x 等于多少呢？代公式二 a 分之负 b 加减的不合啦，减的话哦 ，x 就变成负的，要加根号 b 平方 k 平方减 4ac 加4 k 平方，所以这个等于多少呢？二分之负 k 再加根号5 k 啊，这是 x， 那全部的弹力常数哦，就是。二乘以这个，那二就消掉了，所以是负 k 加根号5 k， 然后再加 k， 所以答案就是根号5 k。总弹力常数啊，等效弹力常数是根号5 k。